苍井优击败国民老婆新垣结衣，夺日本奥斯卡影后。苍井优又夺下日本奥斯卡影后，图片马行空提供，2018万0303。第41届日本奥斯卡结果揭晓，苍井优凭《他不知道那些鸟的名字》中精湛渣女演出，击败新垣结衣、土屋太凤、长泽雅美及高由里子等强敌，荣登影后宝座。苍井优夺下日本奥斯卡影后，图天马行空，2018万0303。苍井优在日本有著森林系女神的称号，出道以来的形象一直都相当清纯，而这次在她不知道那些鸟的名字中饰演一个不止脚踏两船，更是一边想住旧爱一边将男友批评的一文不值的坏女人。上台领奖发表感言时，苍井优感性地说，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便觉得可以进入电影圈真是太好了，非常感谢白石导演以及大家。另外，菅田将晖以电影《荒野》夺下最佳男主角，击败了大家相当看好的冈田准一，他开心地说，不敢相信。而由是之语和导演的第三度杀人横扫六大奖，则成为这次日本奥斯卡的最大赢家。菅田将晖以电影《荒野》夺下最佳男主角，图翻社菅田将晖推特，2018万0303。苍井优清纯的外表在日本被封为森林系女神。图天马行空，2018万0303，第41届日本奥斯卡完整的奖名单。最佳影片《第三次杀人》，最佳导演《是之愈合》《第三次杀人》，最佳男主角。菅田将晖啊，荒野。最佳女主角苍井优，她不知道那些鸟的名字。最佳男配角一所广司第三次杀人。最佳女配角广濑铃第三次杀人。最佳剧本是之愈合第三次杀人。最佳摄影《官员之战》，最佳灯光《官员之战》，最佳美术《花战》，最佳音效《官员之战》，最佳剪接《第三次杀人》。最佳配乐《饥饿飞道》，最终章。最佳外语片《越来越爱你》。最佳动画《春宵苦短，少女前进吧》。最佳新人中条彩未、邦美波、北村向海、竹内良真。话题上作品
我想吃掉你的鱼缸演员，菅田将晖第一之国。